小迷糊怕他爹，咱们今天就比试一把，今天你们二位谁抢到这个磨牙棒啊，我手里这个罐头就归谁啊。来，一二三。哎呀，我四哥赢了，我四哥赢了啊，我四哥啊吃东西第一名啊。哎，迷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怎么直奔主题呢？啊！万万没想到啊，小迷糊智商略胜一筹，家人们，小迷糊智商略胜一筹，比我四哥强。哎呦我靠！哎，小迷糊来，给我小迷糊奖励啊，都有奖励了啊！哎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家明天东北黑木耳啊有活动，待会儿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啊，三元街再给待会儿做个返场啊，想买东北黑木耳的预约三元街直播，家人们，明天周六上午11点咱们不见不散。